你接鲁班，你司机扔女厕所，安琪拉，你去调查一下。快出来，居然敢偷女厕所！师妹，这不是我，是蔡文姬耶。姐姐，快救救我吧！我不小心去错女厕所，被人拍下来发到网上了。我怎么救你？快换上我的皮肤。原来去女厕所的人不是鲁班，是你呀？对啊，我进女厕所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。请问一下，你是什么时间去这个叫水楼厕所的？安琪拉是一个狂热的推理迷，他一定会误导你，从中发现你说话的漏洞。记住，我去的是体育馆的厕所，不是教学楼。你说错了吧？我下午3点去的是体育馆厕所，不是教学楼的。哦，那再问你一下，上完厕所的时候有没有洗手啊？如果他问你有没有洗手，你千万要注意，那个厕所的水管坏了，根本没法洗手。那个厕所水管好像坏了，我记得我没洗过手。这不像显示的，你应该是在厕所门口摔了一跤。我在厕所门口摔了一跤，但是幸运的是我没受伤。那又怎么样？这是我们最有力的证据。耶！摔肿了脚而已，没什么的。原来是这样，看来真的是你进来女厕所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穿了鲁班的衣服？鲁班的这个皮肤我很喜欢，所以进来穿穿了。不是已经有新衣了吗？怎么还穿其他男生的衣服？凭什么的？早就分了。我现在跟鲁班关系最好。刚才你说的我都听到了，原来你早就有别的想法了是吧？我走。男子们不是这样的，你们就是了。